北北天。向左转进。这台车爬山不 OK 哦，这应该就是轻旅行这种的吧。嗨大家，我是 B 妈 ，Hello。今天非常特别，就是我们换车了，换了什么车嘞？小货车。小货车，对耶， yeah, 我们换车了耶。Yeah! 现在路上能见度还蛮高的。对，能见度还蛮高的，汤 S 啦。那这一台车是五人座的空间啊。把后面的后座椅哦摊平哦，就可以睡两个人。那这次我们规划就是小孩子就睡车上，那么大人呢就睡车边哦。那我们车上呢有驻车冷气，因为大人睡车边嘛，所以我们车边呢旁边还会再放一个行动冷气。既然是开汤 S， 当然是要来体验一下它车速的空间嘛。那这一台汤 S 是已经有简单的改装啊，所以后座就是可以有平整化的空间，可以睡两个大人。没有问题，之前就有讨论过以后是不是要来车泊啊，或者是车速啊。嗯，我们这台车不是只有一台空车而已，我们这里面的车有稍微装潢，然后呢有驻车冷气，还有供电系统，然后呢还有一些小收纳的地方。那今天就会开箱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现在坐的是副驾驶座嘛，啊，前面的视野很宽诶，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比较贴近车头啊，所以会觉得视觉上会觉得好像视野比较好，因为它主要卖点不是舒适啊，我觉得它的主要卖点就是可以有这个空间可以去打造你想要的车速空间。嗯，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哪边？去北海岸走走，天气真的是太好了。See this night's, tell it in a letter, stamp and mail it out. We did our best, couldn't have done better, I think we should be proud. But you held me down, when I was living out. Back and forth, but never togeth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and make my way alone for now.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露营区啊，在新北市很热门呢。露营区就是有稍微地势稍微高了一点啊，可以俯瞰整个前方的小渔港啊，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吧。But watch your back, it's heartbreak weather, I think it's time to go. My mind's made up, my mind's made up.We keep doing this, but nothing's getting bett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make my way alone. 我要捞一个喽。我们今天是车速嘛，然后我们是睡露营车哦。那我们已经把露营车的后座椅摊平了。嗯，这蓝色部分本来就是这台车里面的装备，这本来就是一个床垫哦。那我们今天的车是汤 S， 那欧瑞斯提供的 size 刚好也符合汤 S 的后面座椅摊平的大小。那这是它的收纳袋，收纳袋收起来就是这样大一包哦。哈，它这底部有防滑的功能。好，那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床垫的吸湿排汗也非常重要。这个蓝色是凝胶，里面全部都整片都是这个蓝色凝胶，然后它是有凉感的，这块上面的织布也非常柔软，然后上面有毛细孔，所以它透气啊排湿效果也非常好。里面的凝胶这个不可以晒太阳，也不能清洗哦，我们能清洗的就是外面这块织布，然后这边拉链拉起来就好了。然后呢摊开呢，它是两片各自独立的大小，一片这边是55公分，然后长度是192，那两片加起来就110，然后打平的部分就非常符合，然后呢各自独立，所以不会干扰。然后它的厚有6公分，然后它非常柔软。那欧瑞斯它有提供两种的床垫，一休旅车用的，那一个就是露营帐篷使用的。它回弹很快，然后支撑性也很好，翻身的时候马上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哦。脖子跟肩膀这边是服贴的，这里，然
后呢，来这边看一下，这边好。翻身的时候呢，这边也不会凹陷，不变形哦，就是恢复原来平坦的样子。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床垫，重点就是它是台湾制的 MIT， 所以质感非常好。那当然成本就是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带两倍，两倍，然后这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富贵角的这个地方，就差不多是台湾的最北端这里。那这边有个露营区，那我们选择了这个可以观海，然后又可以车宿放露营车的大草皮的地方。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台 Tang S 露营车。这一台 Tang S 它有配行车充电，还有驻车冷气哦。现在我们有充露营区的电，现在还有86%，先可以接110的电。驻车冷气的面板，车里面是33度，因为我还没开。这个就像一个小吧台一样啦，可以拆掉，就有一些收纳的功能。这边有放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是水槽，简单的配电 AC， 然后这个是气氛灯，就是这边可以开关气氛灯，这样子，对。下面呢就是有一些收纳空间，这里。好，那大家很好奇，收纳设计、驻车冷气，这样大概花多少？全部加起来大概100万啊。对，接近100万啊。好，那这次呢，我们就是跟 Mini Camper 承租这一台 Tang S 嘛，我们从交车到离开，就是他还要教我们仔细的讲解，大概花30分钟左右，非常用心的店家，而且他车子里面非常干净，然后就是维持很好，保养得很好，所有的露营物件都帮你配好，几乎你想得到的都有了，你只要人来就好了。还有带食物、个人的枕头，像我们自己有带自己的枕头，还有睡袋跟棉被。那现在天气很热，我们是带凉被。他们总共有7台车啊，每一台车的里面的设计规模都不一样。这么可爱的空间，这么舒适的环境啊，然后海景、露营车、冷气，如果你对露营车想体验或者是想感受一下露营车的魅力跟方便，那 AB 马就给你推荐 Mini Camper。嗯，我要吃凯撒饭店出的冷冻包。这一次的晚餐呢，我是带五星级饭店出的冷冻料理包。饭店五星级的餐点口味都有一定的好口碑，吃过了才敢推荐给大家哦。那么这次的料理包呢，是凯撒大饭店的主厨出的功夫菜哦。我是在凯撒大饭店的官网商城订购的，全都是真空密封包装。那么我选了几道适合全家大小适合的口味料理菜，有台式的料理，也有港式的点心。那么所有的料理包都是拆封后直接用堆叠蒸煮的方式，全部只要花15分钟，烧麦、乳肉、牛肉面、白饭、鸡肉全部一次完成。这一道口水鸡是川式料理，是大人的口味。那么它的酱料呢，可以额外分开自己沾酱，或者是综合在一起直接淋酱也可以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凯撒大饭店的官网选购哦。妈妈有那个，妈妈这个烧麦酱好好吃哦。真的、哦，妈妈吃一个。我要比个赞。你要比个赞哈。真的，这烧麦真的好吃哦。要吃白饭的时候可以拌这个酱吗？好，真的。它真的是蛮好吃的。好凉哎，23度哎，出风口在这边，超凉的。好，去关灯吧。各位晚安。Thank you.
照理讲应该是要往高山跑啊。嗯，没有啊，就是有驻车冷气，什么都不用怕啊，不是吗？驻车冷气效果不错啦、啊。对，效果很好哎、欸，超冷哎、欸。嗯，只是觉得夏天还是要往高海拔跑比较适合。回去的碉堡露营区啊，哇塞，真的是超热门的。就暑假期间虽然天气炎热难耐，但是它的露营车区的大草坪那片几乎是满架，因为那个淡金公路那边大塞车，然后就走这个小山路，然后有爬坡，然后这一台车就显得比较吃力了，这台车就有点爬不上去，然后一度有点小小害怕那样子，就那个引擎声一直转，嗯，是不是拉高转速啊？对啊，就是比较容易拉转速啊，比较吃力啊，但是其实还是爬得上来。对，然后比较慢啦、啊、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在那边爬，